主料：猪肉馅500克，茴香750克，普通面粉1000克，辅料：葱5克，姜、酱油2勺，盐、食油、香油、温水。制作时间10到20分钟。准备好原料：猪肉馅、面粉、葱、姜、酱油、盐。准备好茴香，茴香摘洗干净后，把水控干，切碎备用。面倒入盆中，再把发酵粉放入，用温水把面和好，盖上保鲜膜，等到面发起来哦。等发面时，把肉馅放入锅里，葱姜切碎放入肉馅上，再倒入盐、酱油、食用油后，把馅拌匀，再把切碎的茴香倒入拌匀。这时面已经发起来了，发好的面揉匀后做成小剂子，擀成皮包上馅。包好的包子放在蒸屉里，盖上锅盖，大火蒸15分钟即可。薄皮大馅的包子出锅了。烹饪技巧：阴虚火旺的人不宜食用哦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